大师，朝中纷扰，皆传父王留有仪表，可满朝寻之不得，还望大师能为弟子解惑。阿弥陀佛。 这是父王留下的。金玉令，父王的仪表是金玉令。金玉令本是身外物，并不是什么仪表，这不过是老施主为你留下的明灯罢了。 别跑！你看，我就说高处的风景更好些吧。姑娘，你是戏本子里的怪物吗？怎么都不害怕呢？嗯，这文府的琉璃瓦不知被我拆了多少，是区区一面矮墙，何足畏惧啊！满京都的名门闺秀，谁会像您这样啊？啊，姑娘！ 今年的玉蕊格外甜，这也能吃？那是当然，桃香甜冽，唇齿回甘。你也试试。
了吧？不是，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梦里有方才那个人。那姑娘，你在梦里有没有看到我们这次闯下的大祸？我说了多少遍，叫公